第二届全国珠算比赛大会今年上午开始，在北投珠海中学举行，有380位选手参加。大会会长张祥传在闭幕典礼中勉励获胜的选手，要继续的努力，增加实力，以应付8月间在台北举行的第6届国际珠算比赛大会。张祥传并且颁奖给优胜的选手，总统颁赐的最高荣誉奖。 由台北市第10信用合作社所获得。另外，高中组的冠军南英商职，国中组的冠军宜兰中华中学，国小组的冠军老松国小，以及个人赛的冠军杨正商、张敬义、陈美玉、陈美珍等人都分别获奖。